觉得这个形式蛮好的，就是说适合这个青少年，他这个兴趣很广泛，用这个流动大巴车是吧，以电脑游戏的方式啊，以这个做游戏的方式，以阅览，而且我记得和2013年的时候，这个大巴车还有一些改进啊，有一些新的，包括阅读区啊，是吧？这个我觉得都挺好，蛮适合这个青少年的。好的，因为 Visa 公司呢，也是一个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，多年来对金融教育事业啊，对中国的金融教育事业非常支持，对基金会创办的这个贫困大学生的资助，以及农村地区中小学生的这个金融知识普及，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和支持。当然我很高兴啊，这次来参加这个活动，我也预祝这个本次的这个嘉年华活动在10个省市的开展能够圆满成功。谢谢。